520总统就职前夕，民众党后周走上街头游行，地点选在北平东路，也就是民进党中央党部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贵柱今天质询时痛批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是在给北市府找麻烦。我觉得他是给蒋万安市长跟我们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在找麻烦。市长，我们警察局有没有做好勤收？当天会有多少人上街头？我们一局大概有1000人左右。台北市警察局长指出，由于地点关系，现场大概只能容纳1000到5000人，强调已做好安全维护准备。不过，针对民众党宣称游行是要向执政党传达要求改革的决心，更呼吁民众不分蓝绿站出来，则被质疑是要转移柯文哲弊案产生的焦点。而相较国民党未正面回应是否到场，新党表态响应活动也引发热议。民进党前立委郑运鹏就分析，民众党实际上早已被有特殊背景的人借壳占领。简单来说，蓝现在主要的力道都放在520嘛，所以他不会对于柯文哲的这个519的大游行有过多的参与，所以在没有蓝的支持之下，那柯文哲民众党只能再找另外的外援。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少啦，但是因为他们选择地点的关系，容纳的人数真的是有限，人数我估计也不可能多到哪里去，我预计可能了不起在2000多人左右，因为其实主要是民众党他的小草信徒哦，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多。柯文哲他已经有跌落神坛这种慢慢的发酵。事实上，民众党这次游行还是由立院党团总召黄国昌率先放出消息。近来他声量逐渐超车柯文哲，对于一向主张声量至上的柯文哲来说，当然是一项重大危机。民进党立委林俊宪也直指黄国昌种种操作越看越奇怪，包括时间与主题都不对，感觉这场游行是用来把柯文哲政治能量消耗殆尽。民众党其实信徒已经开始慢慢下降，当然有部分的是因为对柯文哲的失望，有部分是因为民众党内的不和谐。因为我们都知道柯文哲的声量其实都是靠网络声量来的，民众党的一些参选人或者都是这个概念。黄国昌他现在趁着柯文哲全身着火站出来，很明显就是要取得领导地位，因为黄国昌应该有所图谋。民众党的代表现在也只剩下柯文哲、黄珊珊跟黄国昌，民众党已经在分崩离析的边缘了。经过黄国昌这样的方式来去跟柯文哲讲，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黄国昌在柯文哲现在是大难临头的状况之下，完全没有帮他讲过任何一句话，也完全没有提出看法，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开始跟柯文哲做切割。各种说法我们都尊重，好，到目前为止我们参与报名的志工已经达300人了，要去挑拨我跟柯文哲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这种无聊的举动可以停止啊。针对外界质疑，黄国昌做出最新回应，要外界不要再挑拨两人关系。而近来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猛打柯文哲五大弊案，双方更连日激烈交锋，除了游书慧反批他是昏君，钟小平近日更到北检告发柯文哲与前副市长彭振声涉嫌贪污与图利。国民党的意图已经达到了，当初在立法院之争的时候，现在他们就一党独大。当然国民党也深知民众党只有你们这几席，你们不配合国民党的话是没有任何作为的，民众党立委乖乖的跟国民党做一个配合。五大弊案这延烧，其实后来烧到最后呢，会是民众党所有的政治人物跟柯文哲进行一个切割。柯文哲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柯文哲，他现在最大的问题点也是民众党最大问题，就是他有没有办法这五大弊案做出一个警示，并且让民众能去接受。如果这一点他做不到的话，民众党的未来真的是非常的堪虑。柯文哲深陷五大弊案，不止引发蒋市府北市议会与民众党之间的激烈攻防，更导致他好感度直直落。根据网络数据分析，柯文哲近期好感度只剩下0.2%。519游行能不能成功吸引支持者，也将是柯文哲的另一大考验。这种信仰采访报道。